天下工會是一家。當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，情況相當嚴峻，疫情亦都牽動住內地工會對香港工友的關心。非常之感謝河南省總工會捐贈抗疫物資，支援我哋香港的前線工友。希望我哋大家能夠團結一心，對抗疫情。相信在國家和社會各界的全力支持底下，一定是能夠戰勝疫情。我們工聯會亦都會及時將這些抗疫的物資透過屬會、地區服務處、議員辦事處等等去派發給我們前線的工友和有需要的會員和市民，讓大家是做好防疫工作。工聯會亦都已經發起了抗疫義工大行動，積極參與各項防疫抗疫的工作，八方支援，齊心抗疫。